刑警署批准草屯镇生活圈的道路开辟计划，将要拓宽富林路、甲和平街以及平顶街做18米的道路。不过最近社团社草屯镇公所为着配合看分配问题，甲管区是闹了无爽快。公所认为讲，地方的配合看2亿8000万，管区应该配合一半的金额。不过管区认为，至少比例只要估计2736万，双方是各有坚持。今仔日民进党管区会党团就行上街路来抗议，关注人民群众嘛伫管区来做出声明。心如现在。新屋先生，只有客人。看到口号，摕到资料，这位的代表甲议员徛伫路口，讲出草屯人的心声，以及对着南投县政府的不满。拢爱由草屯镇公所来支出，咱认为安尼南投县政府对咱草屯镇非常的不公平。刑警署核准草屯镇生活圈道路计划，准备改善富林路、和平街、甲平顶街交通问题。不过，即马说团出因为地方配合管桥未好，将有可能撤案。民进党党团是非常生气，走去你家顶头抗议。啊，我们林明真县长，3亿9000万可以一个礼拜就发出去，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三笔道、这三笔道、三条道路的开通？只要县府配合1亿多的经费，为什么你不做呢？人讲咱县政府吼爱提出魄力，吼啊会当全力来配合，吼卖有个人主义，吼。这个计划总经费是5亿4900万，其中土地征收的部分就占了4亿4000万。草屯镇公所认为，地方配合款的部分，依照过去的负担比例，县府甲公所拢需要负担一半。不过这个算法甲县政府所认定的无同款。今天就是有2亿2的部分，它完全不予补助，要地方要公所这边来自筹，这个变成这个财政的一个金额过于庞大了，那会造成说我们去筹措裁员变成会 不可行，因为这个金额哦高达那个整个哦比对公所来讲也是高达它整个哦一个年度的一总预算的啦。南投县政府表示，目前县政府的负债就150万元，那是草屯镇公所认为这三条道路拢正需要赶紧完成，就建议公所会当先用贷款的方式来立配合款，未来县政府再一年变预算来行。全县13乡镇唯一没有负债的乡镇，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你还有空余的金额来向银行贷款，你先向银行贷款。来先把这层道路啊开辟完成，那么需要的配合款，我们县政府啊在逐年的编列来归还，来归还给你们公所。对着县政府的回应，草屯镇公所表示，目前所需要配合款，公所就已经需要贷款，所以也是坚持原本的比例，公所甲管户一边一半的方式来进行。由他们哦，因为我想这个他们也可以贷啊，不一定是由我们来贷哈、哦。那既然有这种想法，我想我们还是以所谓的地方的这个负担的这个金额呢，大家一半各一半来负担。草屯镇有真侪古路甲细条巷仔，地方民意代表认为，这个交通计划有关地方的发展，所以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来改善。伊嘛烦恼讲，若是配合款真正无法度顺利拨出来，未来想要完成这个计划是更加困难。记者张文雄采访报道。